大姐，你带我回家，我要带你去车站，你要回家。你坐好，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，这样很危险。这样就是啊，听我的话。你现在这样很危险，我们两个都会死掉。你这样很危险。报告。你这样很危险。真的。哎。怕你要一女人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知道。我知道你这样很危险，大姐。你这样很危险，我要带你去车站，你要回家。你坐好，坐下。你坐好，你这样很危险。你这样很危险呐！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，你这样很危险。这样听我的话。你现在这样很危险，我们两个都会死掉。你死，我也。我不想跟你一起死掉，拜托。我直接等一下带你去警察局。